表，建议你的话，我会第一个，你先不要吃这一盘菜，嗯，你先吃花这一盘这个花雕酒先倒进去，嗯，然后再煮这个花雕鸡，然后再吃蛤蜊，然后它的甜度再给菜吃会更好吃。哦，这样懂了吗？先让它的花雕的酒香味。嗯，对，啊，因为你先吃那个已经丢进去，等一下你再丢那个，它全部的你本身的就全部也会被它吸掉了，就没有单独的，嗯，然后它的味道就会比较没有那么。